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糖醋排骨饭，还有面包，那我开始吃了。先吃饭，我煎了两个荷包蛋。糖醋排骨，这些排骨都是有脆骨的。这个饭淋上油油的糖醋酱汁，特别好吃。都是这样的脆骨。以前我妈妈经常会做这种带脆骨的糖醋排骨吃，但是我弄了牙套之后，牙齿吃不了那么硬的。嚼到整个脑子都是咯咯咯咯的感觉。我特别喜欢吃这种外面煎的脆脆的那种鸡蛋。这个是丹麦红豆，这次我是用微波炉加热的。这个我忘记叫什么了，上面是芝士，然后里面有火腿。
那今天就先吃到这里吧。